说出我们内心的感谢。是，我要跟校长报告，我不是很认真，我不是最近考得不好。虽有万般的不舍，有一些遗憾，但是也献上满满的祝福。但是我没有怨言，我心中非常非常的坦荡，因为我知道我是为何而战，我的团队们为了什么样的价值、理想跟愿景而奋斗努力。所以无论结果，我的心境如以下的表述：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量。